手指啊！邊度啊？呢度啊！全部捉住佢嘅力，食撚曬落自己度啊！反作用力啊！白撚曬！我哋拍啦，快啲啊！點啊？使唔使去醫院啊？嚟嚟嚟！繼續啦！屌你老母！咁啊，呢個大型嘅慈善活動，我哋參加，有幾多義工參與？誒，呢個咧？呢個勁啊！呢個，呢個就係今次慈善活動嘅發起人 Billy Choi。我操！喂，我想去揾個地方去廁所，你覺得邊度比較偏僻啊？弱撚咗啊！揾好冇水準啊！佢條波一開頭講佢講嘅嘢幾冇水準。咁啊，呢個開場就係 Billy 慈善大會日。咁啊，各位參家姐咧都為香港樂壇出咗一分好大力啦，因為呢首歌都幾勁嘅。咁啊，如果可以加上一個好嘅 MV 咧，咁就一定事半功倍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拭目以待咯。快神咧，求我安心啦，順利啲啊嘛，同埋以防不時之需啦。嗰度咧啲美術組咧，好似咧琴晚咧開通宵啊，做義工都要開通宵。呢个叫咩？黄金比例啊，系冇得分割咗呢个，好人得阿姨啊，好人型咯，你唔得阿姨啊，点解咧？我办唔到。我哋可唔可以咁样揸放埋落嚟，好似扮我哋有条 keep 噶？我即系升高低，我已经尽量噶喎。通常架直升机俾你去啊。今日点啫？系啊。你知道有咩色噶？白色。白色。哦啱。好咗。OK。诶，调下先，交啲气啊。Action。佢啲音乐得唔得？等等咧。喂，你唔俾音乐我。细个想出饼，想放假要买架车，管好呢班僆，一地屎咪搭我爹。慢慢要谂计，合眼瞓我要上位。哇，一定好卵型啦！暂时得导演一个 feel 到。起翻个。发哥，唔使几型啊，型唔型啊？靓起都型啊！即系如果佢着件衫后边先要最高嘅，但系都唔系最高。你企起身过嚟啊！明住啊！系咁样标签自己喺度。但系咧，你想睇 From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？ 最高好嘢，最高，最高。咪最人矮着件最高。我哋咁講噶，哇！突發情況，好撚多突發情況。咁我哋依家應該就嚟到 ，suppose 咧係第二個景嘅。咁咧，但係咧，我哋仲有一個景咧，就係啱啱落車，穿搶我仔嗰塊地嗰度。咁啊，所以嚴格嚟講，呢個第三個景。邊度啲車停車？其實我哋啱啱係應該嗰邊咧直接開始嘅，但係嗰邊就發生咗少少狀況，車輛進出嘅問題啊，佢哋要搞啲車。費事浪費時間咧，所以我哋就帶咗一隊人馬過嚟呢度。咁咧，另外美術咧就喺嗰邊搭緊景啦，應該就兩邊同時進行。咁我諗都係個 show 咧，就係會咁嘅。嗱，你試下。係啊，係啊，大概咁啊。我 Billy 可能就會啲，跟住我仔隔離。勉強到抑鬱，好想放棄就發癲，個腦太擠塞，想要錢，想要面，我有我表演，出咁多嘢俾你搣，過好每一天，寫隻歌再出個片。你哋係神樓，睇住，仲搞事喎呢條友，佢都仲未知依家個情況係咩事，仲喺度搞事。咩情況啊？咩咁大件事啊？本身我哋依家翻去嗰個位係入口拍嘅，屌你老母！好彩佢哋醒帶得多咗啲燈嘅，如果唔係你撲咗街啊！咁就係好彩我請咗班好聰明嘅人咯，垃圾老細、慈善家、大慈善家，你 A K A 呢個馬會幾撚多義工 ？Timber，Timber。
得啊，兩個誒著翻件嘢俾佢，好凍，好凍。呢度總會有一個人凍。哇！導演，哇，好凍啊！新界啊，依家。天文台本身講禮拜一咧係會最低氣温咧九度嘅，咁咧今依家禮拜二咧，咁咧諗住都係 fit 噶啦，但係咧嚟到依家差唔多入黑咧，開始依家得翻幾多度啊？天水圍就廿度，今日就十二月，咁啊新界低兩度，著黑色衫又低兩度，拍緊嘢就多數低兩度，近西列站有機會低兩度，啲密度高咗，咁啊咁啊係咯。好冻啦，总之就坐捻晒啦，坐捻晒啲嘢。终于咧，啱啱已经拍完咗呢度嘅 session。其实依家咧时间好讲究啊，因为咧你见到咧太阳已经落咗山啦，但系咧其实依家讲紧系六点钟噶啦，已经落晒山。咁就依家可能轉夜景啦，所以我哋都要趕時間翻去。同埋嗰邊係純粹啱啱 set 好咗場，但係未有啲 cam 未對位啊，未成。咁我哋依家就要執嘢 ，let's go！ 大家跟我一齊跳。哇！啱啱講到邊啊？就趕景啊！依家直接帶大家嚟，我哋 set 好咗個場景啦。唔係我哋 ，sorry， 係美術組嘅同事。如無意外咧，就應該係最後一個 set 嚟啦。你哋系要问我想要啲咩？我想要层楼，我想要架车，求其揾个 secure 帮我担遮，买架七人车入边有几个姐姐。唔理你觉得我几咁猛颈，我小嘅小耳已经戴架眼镜。我想你哋全部听过我个名，我一直做未到顶。读咁多书唔知为乜，多规则脑闭塞，啲老师忽要我做乜？执住支笔考第一，我好冷冻啊！点啊？我谂我要感情十三度。我情将我和平，下下个厕所感情。总之佢着套衫就系日头又冷热，夜晚又冷又冷冻，最冷错。我从来冇谂过要停，我知你明，生活好苦但要赢，扑过街市系过程，将我和平，下下个厕所感情。成功啊！好，好，多谢各位，好 ，thank you。我听讲咧，黐线嘅今日啲人太好人啦，太多人嚟帮手啦，今日我都唔系几好意思。韩姐系开咗几耐工啊？我记得开咗好多日啦，系咪？上个礼拜开始开，琴晚有冇几点瞓？做咗几日嘢？我琴晚冇瞓咯。咁大家记得睇死靓仔嘅 MV 啦，就记得欣赏下香港嘅死靓仔咯。系啊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